区区女流之辈，如何做得了江山？让出女王之位，让我来处理。哎，冒犯女皇，胆大包天，当死！不来，去！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你们给老子垫背！哎呀！啊！这是我的宿命。不要！陛下，君卿，陛下又梦到那位白衣神将了。他以性命保我，与魔君同归于尽，才换来大夏600年的和平繁荣。如今这梦是越来越频繁了，我一直担忧君卿，他既是朕的应梦神将，又为何找到他困难重重？我已将应梦神将的消息散发出去，命人在全国搜寻，结合三件神器的指引，目前有了新的线索，应梦神将极有可能身在江城。三件神器真的可以帮朕找到应梦神将？嗯，如今边疆不定，镇边王蠢蠢欲动，内忧外患，朕一日找不到应梦神将，便一日不得安宁。陛下放心，应梦神将乃是天命之人，而三件神器，镇龙剑，斩天下妖祟，人皇钟，压万古力苍穹，幻天印，封印世间一切邪物，他们超然于世，冥冥之中与应梦神将有着感应。好，立即出发，我要马上去一趟江城。妞妞，你跑慢点，别摔倒了。壮壮，小心点，别跟你姐姐玩了。楚南，这个月你工资发了吧？赶紧传给我。哎呀，妈，转好了。你确定都转给我了？我留了200块，给孩子们买零食吃。一个月就这么点钱，萱萱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你。算了，反正你也很快就要滚出我们王家，我也懒得跟你计较，真是影响心情。妈，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。我要跟你离婚。离婚？萱萱，别开这种玩笑了。谁有心情跟你这个废物开玩笑？自己看。为什么？哦耶，妈妈要跟狗爸爸离婚了。好呀好呀。跟你结婚这么多年，我的工资全部上交，这些年我像狗一样伺候你们全家，没有半点怨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跟我离婚？你除了会做这些之外，你还会做什么？
当年要不是看在轩轩落水你救了他一命，一个人能干好几个人的活，每个月能为家里带来一笔可观收入的份上，你以为我会让轩轩嫁给你？知道门口停的豪车是谁的吗？知道轩轩的手提包是谁给他买的吗？是你这个废物十辈子都买不起的。我告诉你，那是江城李家少爷李荣耀给轩轩的见面礼。哼，好了，楚南，别废话，签字吧。轩轩，你有考虑过孩子们的感受吗？你为什么这么自私啊？你以为他们都是你的孩子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真是个蠢货，你就是轩轩找的接盘侠，这两个孩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这个垃圾，还想让轩轩给你生孩子，你配吗？不是这样的，这两个孩子跟你没有一点血缘关系，听清楚了吗？王轩，你厚颜无耻，跟你结婚这么多年，两个孩子居然都不是我的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妈妈，我要看打架，快点打狗爸爸。连狗爸爸也是你们故意教的，王轩，你们真无耻。你再敢骂一个字，我拔光你的牙。你还想打我不成？打死你！楚南，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李少，让开！李少啊，来来，快进来。李少，来。爸爸。哎呦，真乖。别站着了，快坐。爸爸。哎，真乖。爸爸。真乖。李少呀，你看看这个废物。吃我们家的，喝我们家的，养了他这么多年，现在居然敢跟我动手，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小子，赶紧和轩轩离婚，然后从王家滚出去，从此以后你和轩轩再无半点瓜葛。对嘛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李总的口味还真是重，一只烂透了的破鞋还当做宝啊。住口！怎么了？疯狗急了想咬人啊？你找死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按住，亲自把他的舌头扯出来。从今往后，我与王家没有半点瓜葛，恩怨两清，一拍两散。以后谁也别来惹我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他不是个废物，怎么身手这么好？哎呀，李少呀，他就是个工地搬砖的废物，力气大而已。你可千万别被他给唬住了。原来如此，一个臭搬砖的也敢跟我斗，等选将会结束之后，我一定要让他生不如死。选将会？众人皆知女皇陛下有一个应梦神将，根据最新的消息，国师已经推演出这应梦神将就在我们江城，过不了多久女皇陛下会亲自赶过来，所以我的舅舅江城城主决定举办一场选将大会，在陛下到来之前找到一猛神将。可是江城有成千上万的人，到哪儿去找一猛神将？仅凭女皇的一个梦，这线索也太少了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，一猛神将是女皇梦里的人，或许这个人现实世界中根本就不存在呢。我明白了，你舅舅举办选将会
然后造一个阴谋神将出来。对了，而我的表哥宁不缺，十岁习武，十六岁从军，十八岁上战场，立下的战功无数，这次的选将会定会被推举为阴梦神将。没想到王轩这个贱人竟如此不要脸，这么多年亏你对他们王家掏心掏肺，不过你也别难过，这种离了婚的破鞋不值得你生气。我没生气，我只是觉得为这么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付出这么多太蠢了。哟，这不绿毛龟吗？这两天怎么没来上班啊？哦，对了，听说啊你被王家给踹了是吧？那你和你媳妇儿结婚七年生那俩孩子都是别人的，辛辛苦苦养了七年的孩子是别人家的。你说什么？这说这么关你屁事啊？你没事吧？快跑！没想到我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。你没事吧，楚南？我没事。还好那几个小子跑得快，要不老子撕烂他们的嘴。你不要太伤心啊，明天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选将会。这是我根据梦中记忆让画师绘制出的夜梦神将画像，当时我只看到他的侧脸，我只能回一个大概。陛下放心，我们明早就出发，晚上就能抵达江城，只要应梦神将在江城就一定能找到他。但愿如此。报陛下，有紧急军情。出什么事了？我国百万大军靠关，镇边王不知去向，边境情况危急，马上出发，日夜兼程，务必在今天抵达江城。是是。应梦神将，国家危难在即，朕只能靠你了。哎，你愣着干啥？进啊！看见没？我可是这个皇庭酒店的安保队长，这一次的选将会也是由我负责，要不然我还没办法带你进来呢。吴凡啊，听你说一会儿江城的所有权贵都会过来。对啊，这可是宁城主亲自举办的选将会，而且是为了给女皇陛下推荐应梦神将，且不能怠慢。哎，好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忙去了啊，你自己转转开心点。好。霍玲珑，看来你这几年为了找我费了不少心思。阴梦神教，亏你想得出来。可惜啊，现在我只恢复了一部分实力，要不然我就直接去找你了。楚南，阴魂不散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没想到你还是块狗皮膏药，为了挽留轩轩居然追到了这里。楚南，我不管你是怎么进来的，一旦被人发现你会死得很惨，夫妻一场的份上我有必要提醒你，现在马上滚出去还来得及。你这种绿茶婊都能进来，我凭什么不能进来？住口！你被抓起来的时候可别说认识我们，我们可不想受连累。那你们就离我远一点啊。哎，
哎，等等，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你不配知道。哼，这里是选将会现场，今天能来这里的都是非富即贵，就你一个工地破搬砖的，有什么资格出现在这儿？哎，去哪儿啊？怎么想跑啊？你算什么东西？老子凭什么要跟你解释？楚南，你知道今天选将会的主办人是谁吗？江城城主李少的亲舅舅，只要李少的一句话就能废了你。来人，擅闯选将会会场，打断他的双腿，扔出去。等一下，李少，楚南是我带进来的，还请您高抬贵手。你又是个什么人？回李少，我是皇庭酒店的保安队长。虎帆，我知道你跟楚南是好兄弟，可你自己不过也只是一个看门的，你还把他带进来，你胆子可真大。我原来就是个看门狗，把他们两个都给我废了，扔出去。你敢在选将会伤人，你当真不想活了吗？楚南，这可是选将会，你敢在这里伤人？李家训练有素的保镖都不是对手，难道他也是个修武者，也是来竞争应梦神将的？屁的修武者，他就是一搬砖的农民工，这几年一直在工地干活，所以有股蛮力罢了。搬砖的，一个农民工跑到选将会上来闹事，还得罪了李少，他完蛋了。是谁敢在选将会上闹事？哎呀，宁少啊，表哥，你可算来了呀！宁少，就是他，擅闯选将会，还动手伤人。啊，我倒要看看，是何人吃了熊心豹子胆。来人，给我拿下。哎，等一下，宁少，楚南是我带进来的，他并不是擅闯。胡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条看门狗而已，也配带人进来？这次选将会本来就是女皇陛下为了选应梦神将而举办的，而且宁城主也定下了规则，只要是身体没有问题都可以参加竞选，我带楚南进来也没有破坏规则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楚南去竞选应梦神将？吴帆，我看你是脑袋被闷瞎了吧。果然是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楚南是个废物，旗下的朋友更是上不了台面的垃圾。这保安是真傻还是假傻？宁城主虽然定下了这样规定，但谁不知道选将会只是一个过程，最后宁少肯定会被推举为神将的。没错，女王非常看重应梦神将，据传成应梦神将者极有可能成为女王的夫婿，宁城主费尽心思举办这场宴会，又岂会便宜了外人？不过宁少也确实有资格当选神将，10岁修武，16岁从容杀敌，实力强悍，是难得的青年才俊。你想竞选应梦神将？赶紧承认，不然我们就完蛋了。是，就凭你？楚南，我看你是跟我离婚刺激太大，以至于脑子坏掉了。你也想竞选应梦神将？白日做梦。力量正是上等。宁少果然厉害，宁少竟然拥有雄狮之力，就算宁城主没有帮他造势，他也当得了神将。小子，你不是要竞选应梦神将吗？我就给你个机会，让你上来测一测，看看你到底有没有那种资格。你上去啊。
上啊，愣着干什么？赶紧上去，你要是敢不上去，看我怎么弄死你们俩。哼哼，我有什么好不敢？小子，等会儿测出来，如果让我发现你是个垃圾，进来耍我们，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。还有你那位保安朋友，我也一样不会放过的。快测！力量指数顶级，顶级？怎么可能？祖龙之力，最高等级的力量，在我们江城还从未测试出这样等级的力量。祖龙之力，祖龙之力！楚南，你的力量等级是最高的。祖龙之力，这机器有点意思。李少，祖龙之力很强吗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宁哥，诸位，这个人常年在工地搬砖，练就了一身蛮力，所以他能测出祖龙之力，那纯属是踩了狗屎运。没错，他是什么人我最清楚了，大家别被他给骗了。原来是个搬砖的，怪不得力气这么大。不过想竞选应梦神将，光有一身蛮力可不行，重要的还是看修武天赋。我宁不屈，十岁修武，十六岁便在战场上杀敌了，死在我刀下的敌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，就连京中的大教头都称赞我是难得的修武天才。起，这是什么？来个小鲜肉，快把手放上来，快放上来，让我尝一尝，尝尝你的味道。不要介意我的液体流进你的躯体，我要感受下你的身体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身体里的内容我都知道了。五星天赋，上等。宁哥，好样的！五星天赋，宁少不愧是我们江城第一修武天才啊！五星天赋，在江城的历史上，还没有人测出过这么高的修武天赋呢！宁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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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宁少！各位，我们是不是该改口了？该叫应梦神将了！应梦神将，应梦神将，应梦神将！到你了，还站着干什么？现在后悔可晚了。看到宁哥测出五行天赋，你是不是害怕了？哼，一个臭搬砖的还敢跑来竞选应梦神将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楚南，要不咱走吧。为什么？这次天赋测试我实在不想让你丢脸，这个工作我可以不要了，我也不想让你当众出丑。还真敢上去测啊！等下测个最低级的一星天赋，可别笑死人了。啊，快把手伸上来，让我感受你。把手放上去就好。测试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他的天赋不会为零吧？咱们刚才高看
了他，他连最低一星天赋都达不到，丢人现眼的玩意儿。哼，楚南，你还真是自取其辱啊！你连一星天赋都没有，还敢在这里戏耍大家？今天你死定了！垃圾！宁可，你不要一下把他弄死了。他得罪过我，我要慢慢的折磨他，让他体会到生不如死的滋味。好，如你所愿。嗯。十星天赋，绝等。十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这不可能！十星天赋在江城不在整个大厦的历史上都前所未有啊！楚南，你太牛叉了！十星只是这个东西的上限而已，不是我的上限。大胆！我宁见天没到，你们就敢私自开启测验室，是不把我放眼里吗？城主大人，城主大人，此人竟然测出了祖龙之力，还有十星绝等天赋，你快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慌什么，你们都是江城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被一个无名小卒吓成这样，成何体统？是是是，哼。这台仪器坏了，它的测试结果都不准确。我就说嘛，这个臭搬砖的怎么可能那么厉害？刚才还真让你给装到了，楚南，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？还妄想当女皇陛下的一猛神将，真是白日做梦！滚出去！这里不是你这种下界货色能待的地方，快点滚！王轩、李淑芬，你俩真够恶毒。你还敢还嘴？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行了，卑贱之人也敢觊觎神将之位，荒唐！来人，把他的四肢打断，丢出去喂狗。国师到。参见国师。国师。国师，您跟女王陛下不是明天到江城，怎么今天就到了？怎么，我跟陛下的行程还需要向你解释吗？啊，不敢。好像。启禀国师，属下在此举办选将会，为女王陛下选应梦神将。此人就是工地的一个农民工，身份卑贱，在此闹事儿。我现在就让人把他赶出去，免得误了您的眼。对对对，他居然还想当一猛神将，简直该死！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动手！是，住手！啊，原来国师大人是想亲自处置这小子呀？好啊，请。楚南，你先是得罪李少，再招惹宁少和宁城主，如今连国师都动怒了，看来今天你死定了。楚南，如今都是你咎由自取，希望你下辈子能够有点自知之明。江城各大世家何在？在。跪下！姓楚的，听到了吗？还不赶快跪下！我是让你们跪下。宋君卿，参见应梦神将。参见应梦神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应梦神将？不是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他怎么可能是应梦神将？你是在质疑我吗？属下不敢。神将大人，请跟我回去吧，陛下还在等您。你们怎么会知道？不可能，肯定是你们搞错了。要选应梦神将，也是我儿最合适。我儿10岁习武，16岁上战场杀敌，有猛虎之力，
又是五星上等天赋，就凭他一个垃圾，怎么可能是应梦神将？对对对，你们要选应梦神将的话，应该选我宁哥才对啊。猛虎之力，五星天赋，很厉害吗？嗯。蛇之真理之力，这是一条腿，举出上当之力，最猛之力。我们两人之间强者力出之后，下去要用上当最猛之力，最猛之力当真。蛇之真理之力要用上当，无上之力，上当最猛之力，最猛之力要用真力，无上之力，上当。大夏禁卫军果然有点本事。以你那祖龙之力、绝等天赋比起来，他们还差得远。来人，他们意图欺君，还对应盟神将不敬，给我打入天狱。是是。放开我，我没有欺君。楚南，救救我，我不想被打入天狱。楚南，你快跟他们说说，不要抓我们。我为什么要帮你们？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我们好歹夫妻一场，你就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让国师放过我们吧。往日情分是欺骗利用还是出轨啊？放开你的脏手，给我压下去。我是镇边王的人，我是镇边王的人，你不能动我。镇边王？没错，你要是敢动我，就算你是大夏国师，镇边王也不会放过你。没想到宁景天跟镇边王还有这层关系，看来今天国师是动不了他们了。镇边王很厉害吗？何止是厉害啊，镇边王坐镇大夏边疆，手握数十万大军，连女皇都要看他的脸色。如今我们大夏动荡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他引起的。本以为有国师给你出头，王轩他们会受到惩罚，现在看来是没办法了。放开，把他们也放了，否则我一定会禀告镇天王的。就算你是镇边王的人，胆敢欺君，对应盟神将不敬，我也绝不轻饶。你带下去。好大的口气。国师，你今天好威风啊。镇边王，你不在边疆御敌，跑这里来干什么？本王听说有人想冒充应梦神将，本王特地过来看看。找这么一个农民工来就想当应梦神将，国师你是怎么想的？啊，也对，陛下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应梦神将，可是你也太不挑了，就找这么一个阿猫阿狗就想扶上位啊。楚南，你冷静点儿，他就是镇边王，我们可惹不起他。就是一个搬砖的也妄想做应梦神将，简直就是对陛下的侮辱。大人，您可一定要为小的做主，你要再晚到一会儿，你就见不着属下了呀。大人，此人一介民工，还妄想染指应梦神将，还望大人赶紧派人将他拿下。是是。来人，把这两个废物给我拖下去。毙！来人，对，抓住他，让他无情无义。天赋高又怎样，镇边王来了你同样死，国师都保不住。活该。把这两个废物给我拖下去。毙了。大人，您抓我们干什么呀？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你搞错了，不是我们，是那个背景的农民工。本王没有搞错，一个小小的城主也敢觊觎英猛神将之位，找死！拖下去。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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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大人，
你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农民工，可是我听说你刚才测出了祖龙之力和十星修武天赋，还不错，跟着我吧。只要你答应跟着我，你想当应梦神将的事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我还可以保你一生荣华富贵。没兴趣。给脸不要脸啊。楚南，你别不识好歹。镇边王看得上你，那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你别以为你测出了个什么十星天赋就很了不起，跟镇边王大人比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跟还是不跟？要不你跟我吧。找死。一个蝼蚁，国师也要保着他吗？你不能动他。为了一个蝼蚁和本王作对，值吗？镇边王，还希望你自重。好啊，宋君卿有主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保他一时，能不能保他一世。为了避免一些垃圾废物想这等好事，三日之后我会举办一个封将宴，到时候我会告诉天下所有人，我才是应梦神将。应梦神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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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梦神将。我先走了。应梦神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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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梦神将。楚南，你以为抱上了国师的大腿就能飞黄腾达了？如今你得罪了镇边王，你死定了。刚才镇边王给机会你不要，现在你后悔都没用了。萱萱，还好你跟他离婚了，不然像这样的蠢货到时候把你们都害死。我会不会害死人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你的表哥宁不缺他们刚刚才死。你行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倒要看看是怎么被镇北王弄死的。走。让开。国师，陛下不见了。什么？陛下怎么会不见了呢？属下也不知道，本来陛下在房间休息的时候等您回去，我们在外守卫，先前小豆子送水的时候就突然发现陛下不见了。是不是木林龙的丫头不见了？镇边王，你把陛下抓哪儿去了？哎，可不要乱说话，陛下一直由你来保护她不见了，我怎么知道？你三日后来参加我的封将宴，前提是看看你能不能活过三日啊。你们通知所有人，就算掘地三尺也要找到陛下。是是。我怎么这么热？你中毒了。好热，好热。你中了火毒，镇边王为了保护自己，在他的衣服上涂了火毒液。我真的好难受。得罪了。如果现在不帮你排毒，半个小时之内你就会化成鱼胶的。
此人拥有极高的天赋和武力，和陛下画像上的人又极其相似，想要确定他究竟是不是神将，还有最后一步要做的。楚南，谢谢你。对了，楚南，陛下失踪的事定是镇边王所为，现在只有你能救陛下了。怎么救？你先随我回京都，我有三样东西给你看。把木玲珑看好，千万别让他跑了。我做指王爷还不放心吗？他已经被我困在结界，现在连木玲珑都在我手上，我看大夏还有谁敢与我作对。三日后，但愿王爷能够如愿以偿，当上应梦神将。应梦神将我当定了，大夏皇位也是我的。这是我们大夏的镇国之宝，镇龙剑，人皇钟，翻天印。拿起来，拿起来。不愧是镇国之宝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来，看看能不能将这镇龙剑拔出来。这不就是一把剑吗？有啥难拔的？镇龙剑乃是我大夏第一利器，不是什么普通的剑，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拔出来的。是吗？嗯。镇边王成了应梦神将，那他在大夏的地位将会再次高涨。据传应梦神将是女皇命中注定的男人，说不定镇边王还会和女皇成婚呢。那我们可得好好巴结镇边王，未来整个大夏可能都是他的。嗯。镇边王到。参见镇边王。参见镇边王。参见镇边王。好。哎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本王的封将宴，这个情本王会永远记得。镇边王说的哪里话，您能邀请我们是我们的荣幸。承蒙镇边王看得起我们呢。镇边王这些年镇守边疆，是我大夏的脊梁，应梦神将之位只有您能配得上。镇边王当应应梦神将，是陛下之福，是大夏之福啊。好，既然大家这么说，本王宣布，即日起本王就是女皇的应梦神将。现在开始啊。
参见国师。参见国师。想当应梦神将，你还不够资格。国师，这是镇龙剑、人皇钟、翻天印，我们大夏的三件镇国神器。没错，正是我大夏的三件镇国神器。众所周知，这三件神器乃是应梦神将的专属兵器，非应梦神将不可使用。你说你是应梦神将，你可拔得出镇龙剑，敲得响人皇钟，使得了翻天印？我听说，据天机推演，三大神器与应梦神将相辅相成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这个我也听说过。三大神器这些年来从来没有人使用，女王也用不了。如果镇边王是应梦神将的话，那他一定能够使用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是不是觉得自己做不到，无言以对？哼，本王有什么做不到的？瞪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。真的不是应梦神将？一败无言，传闻岂可当真的啊？这把剑在藏兵阁多年，早就坏掉了。自己拔不出就说剑是坏的，不愧是镇边王。宋雪清，少在这里说风凉话，本王都拔不出来，难道你能啊？镇龙剑只有应梦神将能拔出来，我又不是，自然拔不出来。本王早就说过了啊，只是个传闻而已。再说这把剑久未开封，已经生锈了，早就坏掉了。谁？我看谁能拔得出来啊！镇龙剑乃神器，怎会生锈腐坏？你拔不出，只不过是因为应梦神将另有其人。你，居然拔出来了！镇边王都拔不出镇龙剑，他居然能，此人到底是谁？镇边王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拔出剑又如何？只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越紧熬。堂堂镇边王，还想当众耍赖不成？他能拔得出镇龙剑，而你却不能，说明你不是应梦神将，他才是。他是应梦神将？怎么回事？他只是拔出了镇龙剑啊，还有两样宝贝呢。他拔得了镇龙剑一定是巧合，他能敲响人皇钟吗？没错，还有翻天印，他使得了吗？这些墙头草知道镇边王势大，都站在他那一边。难道镇边王就能敲得响人皇钟，使得了翻天印？哼，自然能。刚才本王拔不出剑，只是运气不好罢了。镇边王，话别说太满，要是像刚才一样做不到，丢人可就丢大发了。笑话，本王修武数十载，内功早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，区区一口钟有什么敲不响的？镇边王神功盖世，敲响人皇钟定是轻而易举。我相信镇边王就是应梦神将，刚刚拔不出镇龙剑只是个意外，他一定能敲得响人皇钟，用得了翻天印。我也相信。敲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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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敲
请就请，难道本王还怕了不成啊？竖起你们的耳朵听好了，看看本王是如何敲醒这人皇钟的。嗯，是独属于应梦神将的专属神器，你不是应梦神将自然敲不响。不仅如此，人皇钟作为神器还拥有着一丝自己的意识，你冒充应梦神将，他还会惩罚你。一派胡言，这人皇钟肯定是有问题的，本王都敲不响，我看谁能敲响的。没想到堂堂镇边王却是如此目光短浅之人，你做不到就代表别人做不到啊。闭嘴，镇边王大人还轮不到你来评论。镇边王今日在此举行封将宴，国师你不前来祝贺就算了，竟然还带人前来捣乱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你们说我想干什么？镇边王他根本就不是应盟神将，他私自举行封将宴，这是欺君之罪，我只不过是想拆穿他罢了。镇边王不是应盟神将，那谁是？难不成是他这个闻所未闻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无名小卒吗？没错，正是。他是应梦神将。国师你还真什么话都敢说呀。宋君卿，我知道你和镇边王大人一向政见不合，但你为了不让镇边王大人当选应梦神将，居然去抬举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子，你不觉得搞笑吗？国师，你为了一己私利打压国之栋梁，真是太让人寒心了，你不配做我们大夏的国师。你们算了，他们现在是一丘之貉，你跟他们讲不清的。你说什么？你再出言不逊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听你的意思很自信啊，你能敲响这人皇钟，本王给你个机会敲敲试试。人皇钟本王都敲不响还遭到反噬，你一个农民工不过有点秀武天赋，我不信你能做到。试试就试试。小子，你不要以为走了次狗屎运，拔出了镇龙剑就觉得自己很厉害。敲人皇钟不比拔镇龙剑，刚才你也看到了，很危险的。应梦神将之位不是你这种人可以觊觎的，现在后悔下来还来得及，否则小命不保啊。嗯，你提醒他做什么？让他敲，反正是他自己找死，赶紧敲啊。听清楚了吗？他竟然真的敲响了人皇钟。这就是人皇钟声吗？果然震人心魄。人皇钟在藏兵阁数十载，前去敲钟的人不知凡几，可无一人成功。就在刚才，镇边王都失败了，他竟然成功了，难道他真的是？闭嘴！怎么了？气急败坏了？镇边王，认清现实吧，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拿不走。你放屁！本王想要的东西就没有拿不到的，本王才是真正的应梦神将，他假的。好啊，现在让大家看看我是如何用这翻天印的。大人，滚！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啊！翻天印与人皇钟、镇龙剑一样，
都拥有自己的意识，你冒充他的主人，他自会让你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宋俊清啊，宋俊清，一定是你对他们动了手脚，一定是。你太看得起我了，对三件神器动手脚，我还没有那个本事。镇边王，别挣扎了，三大神器不属于你，阴梦神将之位更不属于你。不属于我，难道属于你这个低贱的农民工吗？你配吗？什么？他是一个农民工？我配不配？你说了不算。你来！风！风！兔崽子，耍我呢是吧？走两步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封印了一半。给我解开。想解开啊？我镇边王使不出来的招式，他竟然这么容易就使出来了。拔镇龙剑，敲人荒钟，使翻天宴，难道他真的是三件神器的主人，是真正的应梦神将？陛下，看见了，我找到了应梦神将了，你等着，我和应梦神将一定会从镇边王手里救下你的。参见应梦神将。参见应梦神将。应梦神将，是小人有眼无珠，求应梦神将大人恕罪。绝对不可能，低贱的农民工，一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，怎么可能配得上应梦神将？都给我起来！镇边王，你这是输不起啊。事实已经摆在眼前，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就算你不承认也没有用。你放狗屁！我就是应梦神将，应梦神将就是本王，我看谁敢否认。不知道啊，镇边王，宋君清，本王掌控百万边军，你和我对着干，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还有，难道你不顾及穆玲珑那丫头的死活了吗？哼！各位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你们所崇拜的镇边王，只不过是一个德不配位的无耻之徒。有这样的王爷，真是我们大夏国的悲哀啊。你一个黄口小儿，你敢辱骂本王，你知道什么后果吗？哦，快看，翻天宴怎么碎了？镇龙剑人荒钟也碎了。什么情况？三大神器怎么都消失了？啊！你个兔崽子，你敢毁坏三件神物？镇龙剑人荒钟翻天宴乃是我大夏镇国之宝，你毁了它，该当何罪啊？毁坏国器，按律当诛。我们大夏本来就只有这三件神器，如今全没了，都是你，你该死！你根本就不是应梦神将。刚才真是我瞎了眼，你就是一个国贼！诛杀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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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贼！来人！这个贱民，冒充应梦神将在先，毁坏三件神器在后。国师，你如此扶此贱民上位，究竟居心何在？此等卑劣行径，无论是谁，都应处以极刑，以儆效尤。毁坏神器者，杀无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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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师，你听到了吗？这就是民心所向。你为了保一个农民工上位，值吗？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。哎，那小子，本王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如果你现在归顺本王，我可以饶你不死；如若不然，就是有国师护着你，今天你也休想离开这里。镇边王，你想动他，没那么容易。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啊，本王要动的人，我看谁敢阻拦。来人，把这个毁坏神器的贱民拉下去，谁敢阻挠，
以同罪论处。我倒要看看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袒护他。上！宋君清，到如今你还袒护他？他是我带来的，我护他又如何？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毁坏了三件神物，此人留不得。他能拿动三件神器，足以证明他的实力。我会调查清楚，事情搞明白之后，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你，大人，咱们就这么算了。国师连这等毁坏神器的贱民都护着，简直无法无天。算了，他们想得倒好。那这封教院，我们还继续吗？等我砍了他的脑袋再继续吧。你怎么把三件神器给毁了？刚才差点出不来。我也不知道，你也看到了，三件神器自己莫名的就消失了。你现在这样算是把镇边王得罪死了，你在其他地方恐怕会有危险。跟我回国师府吧。行，正好我在京都还没有住处。什么事情让王爷如此不开心呢？莫非事情进展不顺利？宋君清那个王八蛋坏了本王的好事，此人不出，必定会毁你我大计。王爷，如此一来，你我的计划就要加速了。还有那个叫楚南的蝼蚁，要不是他，应梦神将之位早已是我囊中之物。王爷，您不是说今日这应梦神将您当定了吗？要不是宋君清还有那个农民工，应梦神将之位我说当就当，谁敢质疑？那王爷打算接下来怎么做？宋君清必须得消失。宋君清对穆玲珑忠心耿耿，要想对付他，或许我们可以从穆玲珑身上想办法。至于那个农民工嘛，我倒是可以让他消失。为了你的安全，你暂时住这儿吧，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就别出去了。没问题，这里是你的地盘，听你的。哦，我还要去找女帝，就不陪你了，你自便。国师，镇边王来信，请您去王府一趟。一个人？一个人？去他王府还不让我带人，当我傻子吗？镇边王还说。说什么？镇边王说，如果您想陛下无恙，就最好一个人去。如果您不在乎陛下安危，那可以不用去。镇边王，你赢了。国师。我就知道国师你会来的。陛下在哪儿？对陛下动手，镇边王
你是真的想造反吗？国师别急，本王镇守边疆，常年见不到穆玲珑那丫头，这次好不容易回来，就是想和她好好叙叙旧，所以啊，才把她带到了一个好地方。你，哼，放心吧，穆玲珑现在很安全，本王是不会伤害她的。到底想怎么样？国师，你常年辅佐陛下，也是他最信任的。我想你也不想看到玲珑那丫头出事吧？陛下要是少一根头发，我死也不会放过你。哼，国师别急，国师是个聪明人。我的要求很简单，只要你服从我的安排，我一定会保证穆玲珑的安全。如果你继续执迷不悟，本王不仅保护不了他的安全，就连你也不会有好下场。还有你扶持的那个农民工，他一定会死，而且还会死得很惨。你在威胁我？不是本王自傲，本王连陛下都敢动，你区区一个国师，我又岂能放在眼里啊？大逆不道，想要造反，还想拉我下水，你做梦吧！哼，本王就是找你来好好聊聊天，本王觉得你是个人才，不想因为执迷不悟断送了小命。将来待本王掌控了大夏，我想让你像辅佐玲珑一样来辅佐我，怎么样？休想！怎么，你这是要和我对抗到底了？是又如何？叛徒人人得而诛之，你这种人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。骂够了吗？成王败寇，强者为尊，就凭你刚才那几句话，我就能判你死罪，包括你全家都会坠入万劫不复之地。你到底想怎样才能放人？别急嘛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实话告诉你，穆玲珑已经中了断肠散，十日之内如果不服解药，他体内的五脏六腑就会腐烂，瞬间就会化为一滩脓水。断肠散，这是域外之毒，你攻击外室。哼，所以说嘛，你要乖乖听我的，否则玲珑会死，就连你也会死。王爷，胡统领已经带人出发了。好，告诉胡鹏，抓住那个农民工，先要好好折磨折磨他，别让他死得太痛快。是。你派人去找楚南了。楚南，那个兔崽子打了本王的脸，你以为本王能轻易放过他吗？站住！到底是想保玲珑的命，还是想保那个臭农民工的命啊？什么人？要你命的人。此处是国师府，你们竟然可以如此大张旗鼓地闯进来。别人或许会怕了宋君卿，可我们不惧怕他。你就不好奇国师和你们的陛下人去哪儿了吗？你们是镇边王的人？没错，区区蝼蚁也敢跟镇边王大人作对，今天我就送你去上路。想跑，追！
此人实力尽在我之上。是你，是你。上一次我的分身没有炸死你，还挺让我意外的。没想到你跟镇边王勾结在一起。我上次元神受了重伤，正好需要人。镇边王是个聪明人，他如果想要顺利取代木玲珑，就必须与我魔国合作才能够成功。现在宋君清和木玲珑都在我的手上，大夏的半壁江山依然在我的囊中。如果今天你能够归顺我，我饶你一命。痴人说梦。别急啊，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考虑，一分钟之后告诉我，我再告诉你一个消息，明日镇边王就要和木玲珑成婚，并且举行登基大典，不管有多少人反对，镇边王都将成为大夏的新皇，而那些反对者最终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死。好了，一分钟的时间到了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根本不需要考虑，哪怕是死，我也绝不会做卖国贼。冥顽不灵，阿梅就去死吧。不知死活的东西。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如果不来，这个农民工恐怕已经跑了。是属下们无能。够了，赶紧回去向镇边王复命，他已经被我杀了。是。神器的力量我感受到了，正龙剑、人皇钟、翻天印，他们全都回来了。那次大战他的能量伤了我的元神，虽然恢复些记忆，但实力却未完全恢复。没想到他这一掌居然打通了我体内的奇经八脉，让我完全恢复了。现在可以摊牌了，是时候算总账了。陛下在哪儿？今天我要亲眼看到陛下安然无恙，否则我不会答应你任何事。既然你这么想见到玲珑丫头，好啊，我满足你。陛下，你没事吧？他们说你中毒了。国师，你怎么来了？玲珑，国师可真是对你忠心耿耿啊，他为了想见到你可真是费了不少心思。镇边王，你把朕困在此处究竟意欲何为？哎，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，只要你向天下人承认本王就是你的应梦神将，嫁给本王，并且把皇位传给本王，本王就给你自由。你做梦！不仅想当应梦神将，还想打陛下的主意。镇边王，你好大的胃口。多谢国师夸奖啊。对了，我已决定明天举办一个盛大的婚礼，届时我希望陛下把这一切昭告天下。你只要好好的配合，等我登基之后，我一定会给你解毒的。王爷，那农民工已经死了。好。王爷，那农民工已经死了。好。玲珑，听到了吧，你可要好好考虑考虑。国师，你可是个聪明人，若不想让他有事，就好好的劝劝他，听到了没有啊？哎呀，你们俩也几天没见了，我给你们俩点时间，
让你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啊，好好的商量商量啊。刚刚他们说的那个农民工是谁啊？回陛下，这次我在江城找到了一个与您画像非常相似之人，此人天赋异禀，能够惊人拿起三件神器，我感觉他就是您要找的应梦神将。只不过镇边王他自己想当应梦神将，便想置他于死地，刚刚我回来之时他便找人去对付他，我恐怕他已经……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陛下，不可能的，他不会死的，不可能的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你别冲动，现在中了断肠散，只有镇边王才有解药，要不然我们先假装答应他，然后再想办法。你不能死，当初你救了我，我找了你这么多年还没报答过你，你可不能就这样死了呀。禀上，好久不见。镇边王啊，不愧是我们大夏最有权势的人物，连女皇都能娶到。过了今天，穆定龙就不是女皇，镇边王才是大夏的新皇。今天既是镇边王和女皇成亲的日子，也是镇边王登基的日子。还好女皇成婚和登基大典都是个举国同庆的大喜事啊，要不然我们这辈子都没机会来这皇宫。今天过后，镇边王就会成为大夏的新一任皇帝。楚南那个傻子，当初镇边王有意招了他，他居然还拒绝，贱人就是贱人，给他机会他都把握不住啊。哎呦，也不知道那傻子现在去哪儿了，知道镇边王即将称帝会不会后悔？说不定已经死了呢，他得罪了镇边王，镇边王又怎么会放过他？嗯，镇边王到。参见镇边王。参见镇边王。镇边王，大家不必客气，今天是本王和玲珑的大喜日子，大家能来见证本王很高兴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夏女皇穆玲珑。参见陛下。陛下，免礼。玲珑啊，你做得很对，你放心，你我成婚，把皇位传给我，你是绝对不会后悔的。镇边王，希望你说话算话，仪式结束之后就把解药给我们。本王一言九鼎啊，不对，是君无戏言，请国师放心吧。请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今逢大吉，镇边王萧元与女帝穆玲珑喜结良缘，特告天下。接下来成婚仪式，有请镇边王萧元、女帝穆玲珑叩拜天地。陛下，来吧。住手！谁呀？镇边王，你个叛国贼，也配娶女帝？妄想！是你，楚南，楚南，你没死。
我就知道你不会死的。你不是说他死了吗？不可能啊，我明明看见他。蠢货，他是谁啊？叛国贼，他说的是谁啊？他不会骂的是镇边王吧？楚南，真的是你，没想到你居然敢骂镇边王大人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楚南，我看你是真疯了，今天是女皇和镇边王的大喜日子，你跑到这里来撒野，多少条命都不够你死的。慧姐，怎么到哪都能碰上你？你，李少王，镇边王，没想到吧，我还活着。小子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我不知道，但你侥幸活下来，就应该像老鼠一样在地道里躲着，今天敢来本王面前叫嚣，你以为今天是本王的大喜之日，本王就不杀人吗？大人，此人不识好歹，之前就招惹这边王大人，今天又辱骂大人，望大人将此人处以极刑，以儆效尤。就是他之前把大夏的三件镇国神器给毁了，简直罪大恶极。没错，他毁坏镇龙剑、魔皇钟和翻天印时，我也在场，亲眼所见，而且他还冒充应梦神将。什么？你还毁坏了三件神器？那可是国宝啊！辱骂镇边王大人，毁坏神器，你还冒充应梦神将？楚南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和你离婚，没想到对他的打击这么大，这完全疯了呀！大夏建国以来，我还从未见过如此罪大恶极之人。他就是大夏的千古罪人。给我拿下！住手！陛下，此人毁坏神物是第一罪，辱骂本王是第二罪，冒充应梦神将是第三罪。按照大夏律法，此人就算诛他九族也不为过。我现在就带陛下诛杀此贼，以正天威。都给我住手！你说他毁坏神器，冒充应梦神将，你可有证据？他们都是证据。当时国师也在场，国师也可以证明。根据天机推演，应梦神将乃是三件神器的主人，而楚南拿得动三件神器，说明他是陛下的应梦神将，没有冒充。至于神器消失一事，当时我看见的是三件神器自己自动消失，跟楚南没有关系。宋君清，你多谢国师仗义直言。镇边王，你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是血口喷人的无耻之徒？宋君清，你这是在找死。他就是个工地搬砖的农民工，怎么可能会是陛下的应梦神将呢？应梦神将者必定是如同镇边王大人一样神威盖世般的英雄人物。国师，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抬举一个农民工，你究竟是何居心？没错，他什么身份什么背景我最清楚，他绝对不是什么应梦神将。我也可以作证，如果一个工地搬砖的都能是应梦神将，那天下人人都可以是了。王轩，李淑芬，我看你俩的良心是被狗吃了。怎么，我们说几句实话你还不准了？还是说我们揭穿了你气急败坏了？陛下，此人罪大恶极，还望陛下不要心慈手软，严惩此等贱民。望陛下严惩。望陛下严惩。宋君清，你看到了吗？现在所有人都站在我这一旁，就你一个人跟我唱反调又能如何呢？啊，玲珑啊，你的大势已去，只有顺从我才会是最好的结果。镇边王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威胁女皇，以下犯上
你还敢说你不是叛国贼？拥兵自重，勾结外贼，自封英梦神将，胁迫女皇成婚，还想染指皇位，你才是大夏真正的国贼！你说什么？大胆，你还敢口出狂言？楚南，你想万劫不复吗？放肆！一个农民工也敢妄议镇边王？天作孽犹可活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楚南，你这是在自寻死路啊！楚南，你快别说了。我说的可有一句不对？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今天的一切大家都看到。他们只是害怕你，不敢说罢了。小子，本王现在就送你归西。国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陛下。国师，本王镇守大夏数十载，大大小小的仗打过上百仗，就凭你岂是我的对手？我劝你不要以卵击石，挡着我。今天不是看在玲珑的面子上，本王连你一起收拾了。国师，谢谢你帮我，不过你确实不是他的对手。他这个人虽然不怎么样，但实力确实还行。你快别说了，再把他激怒了，我和陛下都保不了你。国师说的对，你快别说了，你快点走。我不会走的。你，别挡我，我今天必杀此子，谁挡谁死。杀！杀！我现在给你三秒钟时间，给我躲到一旁。威胁造反，现在连装都不装了。三二，一。楚南小心。怎么可能？一个搬砖的，没想到他这么厉害。谁规定搬砖的实力不能强？楚南能够拿动三件神器，并且拥有如此强大的能力，他就是陛下要找的应梦神将。宋君卿，别忘了穆玲珑体内的东西，你不想让他活了吗？你身体里有什么？你竟敢轻薄女皇！马上放开陛下！放开陛下，否则灭你满门！你中毒了？岂有此理！今天不杀了你，本王就不叫镇边王！你的毒，我能解。楚南，哼，你能解？说大话！别闪到舌头！你信不信我？我信你。楚南，你知道他中了什么毒吗？小子，你今天能打败胡鹏，我算你有点身手，但是解毒和身手高低没有关系，更何况他身里的毒可不是一般的毒。不一般吗？我觉得很一般。狂妄！
如果你今天能解了他身里的毒，老子就饶你不死。以前的过错你既往不咎。如果你解不了，如果我解不开，任你处置，绝不反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是你自己说的，老子今天就要看看你到底是怎么解的毒。陛下，得罪人了。陛下，你简直胆大包天！疯了，疯了，彻底疯了！这位君何在？竟敢伤害陛下，还不快抓住他！主上，他没有轻薄我，他是在帮我。我已经感觉好多了，谢谢你，又救了我一次。举手之劳而已，何必客气？如何？拿下！等一下，镇边王，你不是说只要楚南把毒解了，就放过他？你想反悔？哼，我就是要反悔，你又能奈我何？啊！都给我上，少上！就这还想当阴梦神将，还想造反？兔崽子，放开我！陛下，这个叛徒应该如何处置？镇边王，你还真是个废物，连个搬砖都能打不过。这，哎呦，这！魔君，快救我呀！你是如何活下来的？这还得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，现在我还不能把他踩在脚下。既然你好运活了下来，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臣服我，待会儿饶你不死。你说什么呀？他破坏了我们的计划，还打伤我，你要放过他？他伤你，那是你自己技不如人，无能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他，没有向外敌卑躬屈膝的习惯。况且，让我臣服你，你还没有那个资格。魔国魔君，镇边王，你居然敢勾结外敌！魔国贼寇，你敢来我大夏撒野？来人，给我拿下！哈哈哈哈哈！宋国师啊，放弃吧，你这里所有的护卫都被我和镇边王搞定了。这里上上下下可都是我的人。本来你好好的和镇边王成亲，让出皇位，也什么事情都没有。你想怎样？穆玲珑，我有两个选择给你。交出大夏皇位，或者杀光他们。不要杀我，我愿意投降魔国。我也愿意投降魔国。对，你要杀就杀他们，魔君饶命啊！你们这群软骨头，给我起来！穆玲珑，你选什么？
我什么都不选，就算是死，我也不会让你们任何人好受的。对，大不了跟他们拼了，战死也不行。拼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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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这里多么的干净漂亮，其实我也不愿意让他血流成河。木灵龙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比试一下，如果你们能赢，我这就带人离开。你想比什么？我有一剑，名阿比剑，能破山河，断风月，无往不利。还有一盾，名法飞岩，能挡千军，御万物，坚不可摧。我还有一枪，人称万人屠，乃我魔国第一勇士。如果你们能够挡得了我这一剑，破得开我这一盾，赢得了我这一将，我便转身就走，并下令撤退边境大军，保证永远不再犯大夏。可是如果你们挡不住，破不开，胜不了，大夏就归属我魔国的了。阿比剑、黑岩盾，这不是传说中魔族的两大神器吗？万人屠，就是当年一人屠了一城的那个万人屠。这根本赢不了啊。你无耻。我无耻？我怎么就无耻了？如果你们不敢比的话，那就乖乖的认输，交出大夏，免得大动干戈。我这比试我们接了。好。楚南，你干什么？你小子够有胆识，不过你区区一个农民工，做得了主吗？陛下，如果你们相信我，就答应他。你要跟他们比？楚南，你别胡闹。阿比剑、黑岩盾，那是魔国最顶尖的两大魔器，在我们大夏唯有三件神器可以与之相比。现如今镇龙剑、人皇钟、翻天印都不见了，你拿什么跟他比？再说了，那个万人屠，他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。好，我们跟你比。好，爽快。陛下。谁来？我。就你？就我。好，拿出你的兵器吧，你可以使用任何兵器，只要你能挡得住我这一剑，就算你赢。不需要，出手吧。楚南，不要拖大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真是个疯子。你仗着自己有点修为的天赋，就不知道自己是谁，还想徒手打阿比剑，老子看你怎样被大卸八块，找死。不要，楚南。呀人皇钟，人皇钟，我就知道。人皇钟不是被毁了吗？怎么出现在这里？怎么样？我这算是挡住了吧？我倒是小看你了。不过这只是第一场比试，就算你赢了又如何？还剩下两场呢。看你怎么破。那就睁大你的眼睛看好了。镇龙剑。啊，我没眼花吧？黑魔盾乃是魔国第一防御魔器，怎么这么脆弱？不是黑岩盾脆弱，是镇龙剑太锋利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镇龙剑不是明明已经被毁了吗？作为三件神器的主人，我想让他们消失就消失，想让他们回来就回来。这、啊
不好意思，把你们魔国的两件魔器给毁了。不过这也怪不了我，谁让他们太脆弱，我都没用全力，他们就毁了。万人头，在，把他给我杀了，我用他的人头祭奠阿鼻剑和飞檐断。遵命。等一下，三局两胜，我们已经胜了两局，已经结束了。谁跟你三局两胜？我刚才已经说了，三场如果你们都胜了，就算你们赢。动手！住手！怎么怕了？怕了就赶紧认输。最后一场，我来吧。你？你虽拥有绝顶的修武天赋，但你从未修炼过，况且万人图实力深不可测，你要跟他打，必死无疑。刚刚你凭镇龙剑、人皇钟帮我们赢了两局，已经是立下了大功。接下来就让我上吧。此人的实力比镇边王还要强出几倍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护好陛下，其他的交给我们。可是让他去吧，他会没事的。引来，夜梦神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装神弄鬼，你怎么进啊？他竟然受了万人图！应梦神将，他就是应梦神将，只有应梦神将才有这种实力。太子报！太子报！去！我就知道你是最强的。这是想去哪儿啊？你们赢了。既然我们赢了，是不是应该按照我们的约定履行你的承诺？好，我这就回去下令退兵。除此外，魔国往后会向大夏俯首称臣，魔国从此以后就是大夏的附属国了。好，我现在可以走了吧？请吗？我们真就让他这么走了？他回去之后如果说话不算数怎么办？放心，倘若他出尔反尔，我即刻前往魔国国都取他首级。陛下，楚南，你们之前是不是都认识啊？其实我们600年前就认识了，只不过那会儿各自的使命不同，所以只有一面之缘。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。陛下，都怪我鬼迷心窍，听信了魔国人的蛊惑，看在末将镇守边关多年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。夜梦神将大人，都怪我有眼无珠，不识真神，您大人大量，就饶我一条狗命吧。我有罪，我该死，我不是人，求求你别杀我，求求你别杀我。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以前都是我们有眼无珠，你就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放过我们吧。楚南，只要你肯放过我们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我们复婚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，我再也不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了。你不是喜欢孩子吗？我给你生，你说生几个咱们就
生几个，好不好？你想怎么处置他们？陛下，按照大夏国律法，投降叛国者当如何处置？投降叛国者，杀无赦。陛下，不要杀我们！报！禀告陛下，魔国已经在边境退兵，便献上降书，愿割地赔款，称臣纳贡，永不再犯大夏。恭迎陛下大驾，大夏千秋万载，基业永昌。此次大夏得以保全，全都靠应梦神将，他就是我命中注定的男人。你屡次救我，我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。我想嫁给你，你愿意娶我吗？还请陛下原谅，我会用我的生命守护陛下，守护大夏国的每一寸土地和百姓。这是我的宿命，也是神将的宿命。恭迎应梦神将归位！恭迎恭迎应梦神将归位！恭迎恭迎应梦神将归位！应梦神将归位！应梦神将归位！